害羞，讨厌，他缺德，臭嘎嘣的，你老不来，你等会儿吧，你等会儿，等，这，他要这样能下岗吗？那就是下岗了呀，这什么意思？怎么说这什么臭嘎老不来了？他跟我这样，我能跟他这样吗？你可不能。俗话说得好，什么呀？老嫂子比母啊，小叔子是儿啊，咱得规规矩矩、一本正经的。你得客气啊，嫂子。对，我最近忙啊，我就是。哎呦，行了，这，干嘛？这血都上涌了，是怎么了都？你好好的你，最近比较忙啊。哎，忙你就不来了。哎呦，臭嘎嘣的你！什么话这叫？进来哟。快点，我都等不及了。那你等会呢？没这么说话的你。领着我就进院里了。进去了啊。哎，进院里了。是。进院里我心想，怎么也得问问孙悦在不在家呀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心里还有我。那当然，你在我心里多么的有分量啊。嗯，那是。是不是？你也是怕我拿刀追你啊？我说嫂子。嗯。孙悦在家吗？我呀。谁？谁？这是我媳妇儿吗？是，孙悦。啊，嗨，怎么了？喂王八了？喂王。我一听挺开心。你等会儿，你才喂王八了呢？谁喂王八了？谁说你喂王八了？你说的喂王八了？上老魏家忙活去了。您等会儿啊，上老魏家忙活去了，喂王八了。我是不是有问题？这耳朵，我怎么丢字儿呢？听着，少听好几个字儿。哦，上老魏家忙活去了。上老魏家忙活去了。哦，那我心想，哎，想起来了，怎么呢？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。哎，我妈。那我得问问呢。问我妈。嫂子，老太太在家吗？我妈呀。嗨，嗯，上房了。上。我妈是猫啊。我说你妈是猫了吗？那猫才上房呢，知道吗？什么耳朵，在上房屋待着呢。上房了，在上房屋待着，我可能脑子是有毛病了。我跟你说，那我得去瞧瞧啊。就正堂屋，正堂屋。嗯，推门一瞧，怎么样？看见他母亲了。我妈背对着我，面朝里，腰不弯，背不驼，精神，鹤发童颜。是，干嘛呢？捋胡子呢？这不还是猫吗？这个，不，那看书呢？看书呢？那捋胡子？看书呢？手里拿着一本《金瓶梅》。这我妈就是比较全面，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，没法看，把书本一合，放回原处，不看了，换一本插图版的。合着不认字儿啊！别乐了，这老捋这胡子得。行了，西门大官人。懵啊，对，懵，特别的懵。您可以了，现在我得打开这个尴尬的局面呢。对啊，我说老太太，老太太，你好啊。嗯，你扭头看见我了，瞧见了，讨厌。哎，缺德，你臭嘎嘣的，你老不来了你。我们家家风就这样是吗？我说嗨，就怨我了，老太太啊，确实老没来了。您身体怎么样啊？身体挺好，坐着，宝贝儿，坐着啊。啊，宝贝儿还给你倒杯水喝，喝点水。老太太再一扭头，嗯，我又发现一个情况。什么情况？老太太后边啊，啊，有一个卷儿，啊，发卷，卷儿上面插着一朵小红花，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你不知道啊？这是我妈的好日子。你妈那天结婚？对，你妈嫁人。你说的我妈的好日子？好日子结婚呐，不是吗？生日。我的天哪！哎，我不知道啊。什么？那天是你妈的生日。哎，对。嗨，你妈的生日。是。你说这事闹的，你妈的。你妈的。你骂什么街呀你？你母亲的生日。哎，对。我不知道啊。什么？您不知道啊？我都不知道，我还老魏家忙活去了呢。我就够多不孝顺了。
你急什么？急什么？真行！我说嗨，老太太，今天是您的生日。嗯，我不知道。是我什么都没拿。哎呀，我刚才拿一冰棍，你看就剩。行了行了，哥就收起来吧。不合适，这样吧，明年、哎、怎么样？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周年。这啊，时候我再来、哎。我妈今儿就得死是怎么着啊？什么叫周年呢？瞎说。谁瞎说了？你说你妈今儿就死不合适。废话，你要不说周年呢，还是您的生日，明年的今天还是您的生日。哎，到时候我再来。对，两份大礼给您送到，补一下。今天不要挑我的礼。是，一会儿啊，讨您一碗寿面吃。哎呦，讨您一杯寿酒喝。你、哎、憋着吃我喝。祝您生日快乐，老太太。好好好，得嘞，好嘞，宝贝儿，坐着坐着坐着。老宝贝儿还得。我们娘俩啊，正聊着呢。啊，聊天。就听外边脚步声响。我回来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您的几个姐姐来了。哦，我那几个姐姐回来。哎，这可不容易啊。几个姐姐嫁到一起啊、嗯、嫁到了这个很远，来到一起不容易。是是是，大姐嫁到了延庆郊区，二姐嫁到了密云，还是郊区。三姐嫁到了平谷郊区。哎，这叫农村包围城市。我姐姐全是外围的，你看。而且各自手里都拿着东西呢。是是是，大姐牵了两只羊，羊。二姐拿了两只鹅。哎呦，三姐递了两只鸭，全是特产。出门迎接。是是是，我说嘿，嗯，大姐、二姐、三姐啊，你们好啊。好啊。姐姐们说话了。姐姐们说什么呀？他们怎么都知道？我是没爱搭理你，我早知道了。讨厌。哎，对。缺德，臭嘎嘣的，老不来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姐姐啊，这话不合适啊。嗯，是您老不来了，还是我老不来了？哦，你老来，我老来。嗯，来，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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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。今儿三个进屋里了。是，刚进屋里，汽车声响，来车了，停在你们家门口。哎呦，哎，出门迎接，你去接接去。一打开门一瞧，嚯，这辆大车，大车。13开门的凯迪拉克奔驰宝马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啊，这是梅赛德斯，13开门的大奔驰。怎么样，聪明不聪明啊？不得罪人家。哎，植入的不留痕迹，现在就是。您先等会儿吧。什么车13开门的呀？传的。传的，传的，好家伙！上面下来一个姑娘，这车就剩门了，二十来岁，嗯，穿金戴银，有钱，红色的旗袍，哎呦，哎呦喂，漂亮，漂亮！我说你，不好意思，嗯，您是哪宅的小姐呀？哪宅的？她说话，嗯，讨厌，缺德！我一瞧，这是你们家人呐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家人的风俗习惯这是，可是我不认识啊！谁呀？我说您哪宅的小姐？谁呀？臭嘎嘣的，我还哪宅的小姐啊？我姚宅的小姐。哦，对，姚姐儿啊。什么叫姚宅的小姐？你妹夫不姓姚吗？啊，哦，我妹妹，老妹妹呀、啊。哦呦呵，哦呼，您是老妹妹呀、啊？老妹妹，老没见您亭亭玉立了啊！哎嘿，越来越好看了。是，谁说不是呢？ 啊， 啊，老没见着你了，你最近挺好啊？挺好啊。啊，咱俩在这聊会儿天，好热呀，你看看啊。你给我搁下。穿着旗袍这么扇风啊，那不都看见了吗？他热我也没有，他热也没有这么扇进屋。我也跟他说了，是、哎、别看了，还扫两眼，还进屋里，进屋，屋里凉快。哎，别着急，我拿着寿礼呢。我妹妹拿着什么呀？打开后备箱一瞧，两只野鸡。哎呦，我趁着野鸡领了你妹妹，我就进去了。趁着野鸡领进屋一瞧啊，您这有点乱，什么叫您说什么掺着野鸡领着我妹妹、啊、不合适吧？那拉着野鸡，你等会儿，不提了你妹妹。你没听说？您这么说，我妹妹头了走，你跟野鸡在后边跟着。起什么哄？好什么好？就进去了，知道吗？就知道你人缘就进屋了。是、哎、
姐四个到齐了啊。大姐说话了，大姐说什么呀？今天是咱老母亲的好日子，是妈妈的生日啊。每个人说这么几句吉祥话，老理儿，祝老太太生日快乐。好，我是大姐，我先说。大姐先说，以什么为题呢？什么呀？各自手里拿的东西为题。哦，寿礼。我牵了两只羊。是是是，今天上寿两只羊。羊炕上坐着有寿的娘。好，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富贵绵长，富贵绵长。好词儿，你们很开心。是是是，谢谢。就老捋这胡子，你二姐了。好，今天上寿两只鸭。是，炕上坐着有寿的妈。是，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妈富贵荣华，富贵荣华。是是是，你们很开心。谢谢。我妈大花猫。该三姐了。今天上寿两只鹅，炕上坐着有寿的婆。婆，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富贵三多，富贵三多。没错，你妈很开心。三多，三多，还不舔舔手啊？许三多，许三多。该老妹妹了。我妹妹，听我的。是，今天上寿两只鸡，鸡炕上坐着陈冠希。去，你别给我们家惹事儿啊！炕上坐着。是野鸡炕上什么坐着有寿的。哎，有寿的。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寿比天齐，寿比天齐。没错，你妈很开心。我妈胡子痒痒。说完了，姐儿四个陪着老母亲在那聊天。是，实话实说啊，我作为外姓人啊，我在那儿不合适，有点尴尬，是不是？嗯，你媳妇在那儿也不合适。我媳妇怎么不合适？她也属于也不算是你们家，你们也是外姓之人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得喊他去忙活点别的，对不对？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哎，你们俩外姓人忙活什么去？真行。哎，什么？哎，你喊我媳妇 A 呀？我喊她 B 呀。你这话说，你喊名字，金莲，什么？莲，我媳妇叫金莲啊。我说她姓潘了吗？那什么叫金莲啊？谁说金莲了？你银莲，银莲，谁都能刷卡那种。这。像不像话呢？阿莲，阿莲，他媳妇想啊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们要干嘛去？这是我们俩呀，啊，去做饭。那你为什么要分开说这俩字呢？显得硬朗。没有，你有点心虚，我听着。就做俩人做饭，做饭。哎，行。说着话，我们俩直奔卧室，直奔卧室，出来。你老拦着我干什么？废话，我这段什么时候说完？你说不完了，知道吗？你做饭，你上卧室干嘛去？怨我吗？那还怨我了？怨你们家那房子。我们家房子怎么了？这是客厅啊，这是卧室啊，男厕、女厕、厨房，一长溜，怨我了。客厅、卧室、男厕、女厕。厨房，一长溜，这不是猪圈吗？你们家才猪圈里呢。说自己的家是猪圈像话吗？废话，有你这么形容的吗？这玩意儿，反正盖的不太合理啊，就在最里边那屋就完了。直奔那个厨房，哎，一进厨房，门一关，一插，大缸一顶，窗帘一拉，嘿，哎，这什么姿势？你歇了虎子显形了是怎么了？不是我们这就梅赛德斯了。你别嘚瑟了，你等会儿吧。你上厨房干嘛？关门顶缸，窗帘都拉上了，干嘛呀？这个人脏心眼子，你看见没有？我还没敢往脏了想呢。脏心眼子怎么了？别让我问住了啊！您说呀，你们家没有抽油烟机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吧？一会儿一炒菜一炝锅，那个油烟飘飘荡荡晃晃悠悠来到你母亲那屋，把你母亲呛着怎么办呢？哦，这厨房没有抽烟机，你怕这油烟子飘出去把老太太呛着，那你们关这么严实，你们俩就不怕了吗？
不怕。不是，你们俩怎么不怕呀？人工呼吸。去把门给我打开。行，大缸挪开，门打开，窗帘拉开。哎，嘿，这就开始。你臭不要脸了吗？又怎么了？废话，你这都打开，你脱什么衣裳啊你？啊？你和面你不得脱了吗？我没明白，和面为什么就得脱衣？你们家和面穿着和呀？你们家那面都穿身上了。你不得脱光了和面吗？不得。你等会儿吧，这就你们家是这样吗？那赶明儿我是不是得上你们家吃顿包饺子去？我得参观参观了，我得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就穿着衣服套上围裙。对，穿个围裙。脱光了讲。哎，和面。您这个面还有点立体了。这么和面呀、啊？您的面在墙上呢。那怎么和？这么和面呀、啊？您这面都在手上转呢，您就这么和面就完了？行，别比划了，行了，这面撒哪儿都是。和面，知道吧？那和面和这么开心呢？我们两个人正忙活着呢。忙活什么？说清楚了。和面呢？俩人说清楚，俩人做饭。我们俩正坐着呢，是不是？做饭。说不下去了，丢字儿。我们俩正做着饭呢，对，就听外边打起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宝贝儿，这个段子里根本就没有你。你老着急回来干什么？是啊，我着急回来抽你，我为什么呀？好，这里没我，没你。哦主动权没了，你说打起来了，怎么呢？谁跟谁打起来呢？谁呀？他的母亲跟他那个儿子打起来了，跟我那小儿子。哎，他的儿子五岁，不懂事儿。这怎么了？在桌子上跳舞。孩子在桌子上跳舞没关系啊？怎么呢？抱着暖瓶跳舞。暖瓶？抱着暖瓶跳舞也没关系啊。暖瓶脆了。脆了吧？可是里边有一个值钱的东西。瓶胆。瓶胆值钱吗？那有什么呀？你母亲的烟袋锅子藏在那里边了。那小烟袋锅子啊，怎么藏那儿？那是你母亲的嫁妆啊。对了，多有纪念意义啊！你等会儿，我母亲嫁妆就一烟袋锅子呀。还有很多，那个东西值钱呢。那是我姥爷留下来的。对呀、啊，老祖宗留下值钱呢。那确实值，那老太太不给我，那脆了，他能不生气吗？你说这事闹，要打你儿子，小男孩跑得快呀。蹭就跑了，是啊，在院里转了好几圈，好、啊、逮不着他，是最后四个姑姑一下把小孩摁住了啊，拖过来，怎么样？妈妈给您揍他，这都什么姑姑啊？再看他母亲啊，孙子，哎，今天我要哎，咱别骂街，谁骂街了？什么叫孙子？骂什么街啊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他喊他叫奶奶，他是不是应该喊他叫孙子呀？你奶奶喊你孙子，你抽他呀！你回到家，你奶奶孙子，你啪，你骂谁呢？我合适吗？我怎么这么混蛋呢？我不是，就是辈儿哈。那我不是骂街哈。孙子，这不还是骂街？你再跑啊！今天我弄死你！哎呦，嗨，老太太，下不去手，哪有打隔辈人的？打我！踢出去了，哎呀，啪，落到地上。是，再看他母亲怎么样？哈，无敌鸳鸯脚，哈，好家伙，踹了七百多脚。老太太身体可以啊，哇、哎，七百多脚，好。是，再看他儿子怎么样？七窍流血。您呀、啊，听我的，少看那猫和老鼠吧。奄奄一息，马上就死了。哎呀，难受啊。是，最后哇，哭出来了。那说明是活着呢。孩子一哭，他媳妇吓坏了。我媳妇儿怎么了啊？打起来了，打起来，赶紧穿，赶紧穿，不是穿，什么叫穿？赶紧换，换，把围裙摘了，不用，带着围裙出去，
带着围裙怕人家误会。不，你不带着才误会呢，是不是？就得现交给。这么奇妙，是带着围裙出去了。嗯，出去没有十秒钟，怎么样？又回来了。怎么回来了？忘穿鞋了。哦，忘穿鞋。你们俩做什么饭还得光着脚啊？你甭管，就是反正段子里没你，出去了。家破人亡了，快！出去一瞧，孩子都已经成那样了，倒在血泊里了。再看他母亲，我妈生气了，就别捋胡子了，你老妖精，这猫精，这是气坏了。哎呀，你说埋怨谁？埋怨孩子已经七窍流血了，是埋怨老母亲不合适。对呀，他媳妇张嘴唱上了，我媳妇还唱呢。嗯。忽听外面乱嚷嚷，不由得奴家心里慌，来到外面用目望，婆婆你不该把她伤。埋怨、哎、行了，还带着乐队呢，词儿是埋怨老太太的词儿啊，埋怨我妈呀。老太太一听生气了，呀，怎么着？嚯，老太太显形了，这是刺了我烟的还埋怨我啊！老太太张嘴唱上了，我妈唱什么呀？我们一起学麻将，一起喵喵。别唱。